各位，我再强调一下，我们练的时候啊，除了注意它的那个字形的配合以外，还是以书写的时候还是还是放松了啊，不要太关注那个里面啊它怎么写，不要太过关注，因为它限制你的书写的那个自由度啊，那最后好不好看呢、啊、就看你的有没有办法写的很自由了啊，没有控制啊。我们讲说坐也可以，站坐写也可以啊。我晚上站可能那个线条看得不大清楚，搞不懂啊，是吧？再讲一下，你看，我们写的时候啊，面拉住，写到哪里？公盖也写吗？啊？你要写这个也可以。哪里？啊？十卦，十卦，十分钟。啊，跟什么？就是一直写了啊。尊重毅力。啊，你看啊，刚才我们讲那个字形的时候啊，你看啊，当然这些我相信它是凑起来的啊，所以它的那个平衡就不是十分够了啊，所以我们用那个方法，好像这个力来讲，他这样写的时候啊，他也会觉得啊，当然从艺术来讲，他可能觉得很好看啊，可是我们现在。不是从我们是从那个书写的时候啊，怎么把那个规矩来弄清楚啊？到后来你要写的时候有变化，那完全没有啊。主要现在我们不跟着那个用我们的那个原理来写啊。春耕尊重一粒粟，秋收没问题的啊。一颗四海。无闲田没有问题，你看这个闲它这两点你看到吗？那方向啊，它不管的了啊，这个农字有讲了，它这个农字啊，农字它下面这个城啊可以两化，看到吗？也可以写成一个宫，也可以写成一个市，或者是土啊，你懂意思啊？下面的这个、啊、两横，一个弓，一个呀、啊，那个这个竖笔拉上去都可以啊。有讲过了，二这个十看了吗？这个十记得吗？十啊，看一点，所以它是这样的啊。十有二十，青青水中浮，没问题的啊。下雨。一双鱼啊，这些我们都讲过了啊，水与居可以啊，我们直接写上去什么？那个春，你看啊，我们写的时候，这笔啊，你写的时候还是什么？还是给它留一些上面呐、啊，留一点空位啊，这样你就不会写的很长啊，还是写扁。写扁的时候，因为你把这个弄住，你看，你七笔，留了一点空位。那你因为有空位，你知道这个的话，那自然就会写的稍微扁一点了，哦。这样我把这个对。要剪了。剪。你看这边，因为我开始写的时候啊，我留空位嘛，我写的时候我当然有要控制它，使得它扁一点，哦，所以这个字那立刻就呈现比较扁的情况，哦，啊，重也是这样，尊重重啊，你看啊，
因为它是，啊，是这样，你写的哈，这个你可以拉没问题，可是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写到十二，它的那个范围差不多，现在这边了，啊，这样你写的时候大概就是。这左右平衡也不用啊，左右平衡那个鹤因为比较傻逼了，哪里鹤在哪里？我是讲这个鹤 啊没有，他因为这个平衡啊，对，没有他因为重轻重啊，哪一个轻重？就是左边笔画比较少，左边笔画比较少，右边笔画比较多，那么啊对移到用在中间要移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啊，它是两个凑起来啊，所以这个好像很重啊。对，嗯，你是这样说的啊？对对，要对，要精灵啊，对，最少你要和它差不多一样啊，你懂意思吗？哦，因为那边过位了，看来就是凑合的啊。这就是凑合起来的。你看一下是不是凑合？我看过，把那个全部看一下。这边啊。好，哦，就你要把这个边写的稍微大一点啦，这个这边稍微小一点啦，不像它这样啊，你看它这个小小，你懂吗？这个很大啊，所以啊，你要稍微把它调一下啦，这个明显它是这边做的，对，哦，啊，我相信不是一个字，不是里面的一个字了。这个是它是中间，你可以稍微高一点点，可是这个不是明显的哈，一颗一粒不是一颗，这边啊，这两个短的，这放短的没问题，你看我把它拉到这边上，然后这个粒啊，我稍微啊高一点。这边这个力和豆一样啊，都是竖笔来的。好，哦，你看我呢弄的，它这个没有问题，只有这个稍微低一点。轻重力，锐利，竖是吗？啊，哦，就是那个，这个啊，你看啊，也是一样，因为它你第一次写，所以你需要把它。好，哦，我这边左右平衡，这个拉都不管了，重点在这边。好，哦，动秋啊，这个秋肯定 OK 啊，这个很难讲。不过问题是你需要啊。已经靠不过，这边都看没有了，人家站起来跟看没有，这个也是一样，你把这个呢先住，然后这两个你放就这样，两点都没问题。好，去，你用这个方法的话，大概它的那个字啊。会扁一点，这边也是这样，气不要太大，把它限制在里面。在这边呢，你就可以好，那把它限，你看这边这些字都已经相对的扁了，是吧？就说万，这个万也是啊，它在这边啊，所以你呢？你不要太高了，这个可以拉到这边，好，one。
科，这个肯定也是左右啊，这个本来啊、哦、左右，也是我刚才也是从不同那里凑出来的，因为通常，是这样的，通常如果你写左右啊，左右啊，通常这个果啊。这边应该差不多平衡的了，通常啦，啊、哦，这个你看它没有这个，没有意思，这边空空啊，啊，就是，不过你写的时候啊，你就用这个折笔，你要用折，然后提笔啊。养成每次都是啊逆风的行，一定要逆风啊，最少你要养成那个动作，那就不用弯个纸。你看这个纸，那没问题。你从这边开始的话，哦，那不是这样，你可以，你看这边，你这边走，这边移到这边，没问题啊。好、啊，大概是这个位置，你把它锁住了。这个是，那是第一个字，那没问题，你直接。是啊，嗨，哦，你看这个，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水啊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左边有一个燕尾是吧？右边啊，所以你左边你立刻就可以，听到吗？好。这边立刻就可以把它拉长一点，真是怪不得。你把这个锁住的话，你看，左右啊，稍微啊。五，你是这样，上面啊，上面有这个空位，下面啊，你就四点，你就可以不需要拉了。好、啊，大概这样可以。五。弦，这个弦呢、啊，因为它里面那个木不是很大嘛，对不对？木不是很大，所以你写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移过来。这时候这个里面啊，没有那么空啊，你懂意思啊？如果它这样啊。它、啊、这边很小是吧？它、啊、这边很多位置是吗？你会发现里面相对空一点。我把它降的话，相对来讲，你看里面没有那么空啊。好、哦，弦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字你写的时候啊，它就会决定整个那个。那个章法，行，浓啊，这个也是一样，浓。这个，你可以很快，这个弓跟它一样，那没问题。这边，右边可以拉，右边啊，好，舒展，这样，好，所以这个字那就已经，好，那已经第一行形成出来了。夫，你看这个夫，你可以不要跟他了啊，艺术字啊。我为它是也是凑出来的，
啊，所以你这边你就要跟左边了、哦。这边如果你这边低的话，你这边啊，看吗？你这边跟这边，这边相对高，那么你要你就给它调下去，你懂意思吗？这边跟这边啊，好、哦。眼睛不大对，是、哦、这样。这个字哈，我是嗯，这如果是这边偏多一点，这边是不是要移挪、嗯、移了吧？所以用 centralize dressing， 用 dig dressing 什么的。就像这个字是偏这边，那你就移这边写，用对这中间，对，是吧？啊、就好像你对左边右边尽量高低要对了，就是这样用，就是这样，是吧？所以你最主要是看那一撇，对，好像这个这个夫你不是平均的嘛，我不平均，我就有点像平均啊。啊，对。如果这个字是这边长的话，你就要鱼自己鱼对面。好像他这边是啊，对，是会空的。他这边是对。对哦。他这边短是吧？这边他鱼在这边。他这边短啊，你就像这边。啊，对，他像这边鱼，你懂意思吗？啊，好像这个来讲，如果你这边短是吗？这边啊。你拉它下来这边啊，你把它向这边移。可是你在写之前，你如果没有铁的话，你就要自己调。是，如果你写的时候啊，你起笔在这边，那你立刻调整哦，这个调整。如果你起笔在中间，那你就直接用它平衡法，你懂意思吗？明白。啊，就说你起笔已经。你看、啊，如果你起笔靠向左，你不可能把这个拉很长嘛。对。你拉短，那撇就跟它拉长就。啊，对对。像这个就是弄短。自己调。对对对。这个春呢都是这样的啊。这个油它是，它这个每次都是这样起笔，所以我们等啊。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撇，但这个撇它是这样。好、啊。它是向上的，然后这边呢，哦，这个我写的时候，没看到，我拉的比较低啦，你懂意思吗？拉的不够高啊，所以没办法。这个跟着一样啊，就这边比较低嘛，所以这边。啊，低一点没有。这个字的写法啊，就是完全我们有讲这个字啊。如果它是两个直的话，它就要两画；如果它是一个，一个直一个这样弯的话，它下面就是一画，一样的。这个隶书就跟这个，因为这个。里面它是两个直的是吧，所以它里面两画两横啊。如果你这边一个直一个是这样这个就代表一个横了，这样下面就是一个，然后再把一个关住它，你懂意思吗？这个是从这边哦，由二的话就是一个十啊，它是这样啊、哦。啊，如果你这个你要从这边，我还是习惯，其实不是这样啊、哦，往这边，啊，如果这边平的话，我可以把它弄它垂直了，明白吗？如果我这边写平衡了。你懂意思啊？这边啊 ，OK 了。要给他填。啊，对对，填住它就可以了。二十，十字啊 ，OK 了。就是这样。好、啊，十。OK， 就是一个了。
你看啊，我可以把这个拉上去啊，你懂意思啊？因为它这个月啊，它这短啊，它上面有一个，如果你不要的话，你当然也可以啊。然后这个金金我可以不要这样，我可以，问题都是这样的，在这个的中间，你懂意思吗？这个还可以高一点啊，因为哎，我没看到，你懂意思吗？在这边啊。啊，为什么我鞋旁边啊？没有看到，啊，那没有看到，啊，水，没有看到啊，水，啊，有点低，可是可以，中，你看到，我可以把它。好，不会显得太小啊，水中，嗯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那一样，好，这完全没问题。对，好，下雨，下啊，有 ，OK， 这个你要的可以这样。好像那个油这样啊，好，下雨，一，一，霜啊，这是霜啊，啊，你看这个霜，看到上面这个，但是 OK， 这个字啊。对，刚才你讲这个，这一话你要拉长可以的，你能拉？这一话也随意嘛，哦，就说你写的时候，这个，这个就不给燕尾的，为啥这边有燕尾的？哦。不过有时候如果这边没有燕尾，我们可以拉这个长，然后这个燕尾，平衡啊，平衡可以，哦，那这边不需要的，所以啊，你可以，不过自由度是有的了，哦。问题是我这边拉长，这边短的话，我哎呀，因为上面不高。那，啊，这个字不好看 ，OK， 不用紧。好，你有意思吗？啊，这个字啊，其实我可以还可以再把它上，可是没有走到。双鱼，这个鱼也是这样，啊，这个鱼它就没有这边可以给你补了，不过它可以允许你这样。你看啊，它这个拉，你看我已经把这个中心稍微移过去一点啊，这样是可以的。然后这边呢，这边可以拉，稍微拉长点，哦，稍微补一点啊，均就不行，均。
因为这个小啊，我可以把它大一点哦，上。这个啊、因为它这样这个打，所以这个啊、腊肠就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个这个可以拉，嗯，知道吗？叫空啊，可以拉。你看这边，你看啊，我拉的时候啊，你看啊，我这边拉不够啊，拉不够，我可以把它，可是我还是可以把这个放这边，啊，这边啊，拉不够吧，啊，我把它拉的特别去，去，你这个一样，我这个锯虽然小啊，我可以，哎呀，一直不。好、哦，压它一点可以，是吧？啊，它可以补去锅。你这个我放两个，这样都可以。这个啊，我可以，因为这边空，我可以。可以，我这样放，还是可以的，啊，我在，舍不得放吗？在，雨。这个啊，你看啊，这个很长啊，所以，看啊，好，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很高嘛。我这边啊，我这边它对齐这边上，就是因为我如果放两个低的，是四手变成太长了。啊，对啊，就是后边，嗯，后边，后边，啊，好，以谁？它是这样。这个是一个气啊，一二三四五六气的气，啊、哦，这个，刚才我们讲的，这个呢，这个可以，那这边没有一个线尾，啊，这边是有的啊。G， 这 G， 这边过来啊。可以了，那，嗯，这个狗粗啊，不可以太粗了，太粗也是不好看，粗一点点可以，太粗啊，这边下面显得太重，这个啊，稍微粗一点点可以，不要粗太多，这边粗就可以了，啊，这样 OK 了，这样可以了。我说好像这样两个长的一个短，就这样粗一点，就把这个拉长。这个我要往下拉，这边拉，你懂意思吧？刚才啊，使得它 balance， 不然就是斜下一点。原来照讲应该是把这个啊斜下一点，斜下，这样就两点就小了，啊，两点就短。可是我写的时候啊，我没有看，我不是讲，哎呀，写太高了，所以怎么补呢？把这个拉了。也是虽然是不是很好，不过比你没有调好。
只要大中小的问题了。大中小，大中小的话，你就想办法把这个写大一点啊。啊，当然如果你是E的话，你没有办法。E怎么？二也不可以。你要三二一个。哈哈，那没有办法。你的意思啊？有时候是这样。不，我们是说啊，能够调尽量调了，用你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来去调了。我有时候碰到那种，我现在想到了，只要有问题，我这个就干脆把它写成两张纸。对。可是你在写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，也是有问题，也是第二遍吗？第二遍，是是是。对对对，有时候我们参展就要一个字不标，对对对。第一篇，生意气呵成是这样。第一篇正常就有这个。第一篇你看啊，我写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嘛，有时候而且我看不到，但因为我只能够写一次吧，就可以知道精灵精灵的，对对，哪一个去治哪个去。我们练就是从这边练出来，知道怎么去。其实隶书主要的就是字形和那个章法的行列，用笔啊，就是这几点，它没有特别的。讲到这一点，其实各位你们以前学楷书啊，其实楷书也是这样的，不过问题是很多人学的时候很多时间去临了。对啊，楷书我用两课就会告诉你整个永字八法全部讲完了，你明白吗？问题不在于那个用笔，你知道吗？在于字形和行列怎么去处理。所以其实学楷书你应该从字形和那个章法来练那个用笔，可是我们很多学的时候相反的，花太多时间去学用笔，而没有花时间去学章法。就说我们有这个概念说，哎，章法太难了，你们看，就觉得。